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有机人民反应。那片头呢，是我今天拍的这个。 啊，石桥铺，也就重庆石桥铺的一个日落的延时摄影，啊，大家可以发现我其实是用我的呃心爱的小米六手机拍的。那呃非常让我震惊啊，小米六的这个出片的效果真的很不错，我已经想把手上的 G H 四还有其他的这个摄像设备全都给替换成小米六啊。当然开玩笑，因为呃主要的功劳呢当然应该归功于这个大疆的 Osmo Mobile 这样一个手持的手机云台。 那之前因为有同学说，到底这个云台手持的这种防抖的云台啊，到底拍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？那我用手机呢，呃，拍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延时摄影，你可以发现，这只是它一个很简单的用途，但是却非常非常的棒。呃，那言归正传，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什么反应呢？还是它，还是巴顿。那么这样一个叫巴顿的人，他有一个另外的，呃，其实是他最早的一个人名反应啊，因为巴顿我们讲了三个他的人名反应，那。 呃，这个呢是最早的一个巴顿的人民反应，叫做巴顿 nitrite photo lysis 也就是巴顿的这样一个呃亚硝的光解。那其实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呢，哦，我这个字显得有点乱嘛，这应该是 delta。那我们会把一个亚硝的酯，那么这样一个亚硝酯在光照作用下呢，我们会在它的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，然后是 delta 位，会引入一个。 哎，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？叫窝。我们会在它的 delta 位引入一个窝，你会发现，那之前的我的亚硝呢，现在变成了羟基。所以这样一个反应是呃巴顿最早的一个呃叫以巴顿名字命名的反应。那它当然也会非常重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有趣的一些历史故事。呃，这个文章的发表呢，应该说是一九六零年呢，比较早的一个文章，比我们之前讲的两个巴顿的反应都早。那事实上一九六零年，呃，巴顿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特别的。 出名，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得诺贝尔奖。当时发在哪儿呢？大家看这个呃颜色，可能能够感受到发在这个当时的 JACS 上啊、呃，美国化学会制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他当时发了一个 Communication，呃，排版呢，呃，跟现在风格很不一样。你知道现在 JACS 你要想发 JACS，肯定其实你的图啊画的要非常精细。那我其实大概浏览一下这个文章，呃，排版完全谈不上，不过内容非常的有用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看这个。 呃，巴顿，因为我们是讲了最后一个巴顿的反应，所以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他了。那巴顿，他是一个，呃，一九六九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人。那他做了什么贡献？他做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conformation，呃，和他有一些生物里边的有机物在这种，看不同的 conformer 的应用。那 conformation 或者 conformer 什么意思？啊、呃，我们大家有同学可能会，对于很多同学来说，这是一个有机化学的噩梦啊，叫做构象。那其实巴顿和这样一个 Hassel。 他们是共同分享一九六九年的诺贝尔化学奖。那他们的主要贡献呢，也就是在这个呃 confirm 方面的一些贡献。那但是这个反应巴顿呃 nitrite photolysis，那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巴顿 reaction，那指的就是这个反应。他说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呃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趣啊。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呢，呃，这个巴顿先生他去呃 Massachusetts，就是呃在美国的这样一个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剑桥，然后。 地方，他说去度假，当然顺便在那儿做了一点乱七八糟工作。然后他想要做一个这个，啊，这个因为是生物学的分子，我不太认识，所以我做了一下标记。肾上腺皮质激素这样一个叫做全甾醇，有醛有甾有醇的东西。那巴顿呢，他是发明了这样一个巴顿的反应。那怎么样发明的？非常不可思议，啊。他仅仅是在一个纸上，然后觉得从理论上讨论一下，觉得可以去做，就把它画在了一个纸片上，呃、啊、，draw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。 那他的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合作者叫做 Dr. John Beaton，呃，他呢去把它给变成了一个实现实，那么这个有多么的厉害呢？他一次呢一锅反应可以做四十到五十克的这样一个呃全甾醇，但是当时整个世界上产量仅仅是十毫克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，但是他不是因为这个贡献而得诺贝尔奖，但是他因为这个贡献而。 荣登我们今天的有机人民反应。那我们这一期的有机人民人民反应呢，就讲这样一个反应。呃，这个反应稍微有一点点复杂，因为它还是涉及到自由基啊。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个自由基反应？你会感受到这儿一道光，那么这道光呢，会使得这样一个亚硝酯或者亚硝酸对应的酯，然后去发生一个皲裂，那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自由基。这个自由基非常稳定，叫亚硝自由基，稳定的不得了。 稳定，所以它可以在附近徘徊很久。那我们来看看，这是有的人会把它叫做呃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和德尔塔位，他说是德尔塔位的氢转移到原来的那个氧自由基上。那也有人说呢，它叫一个一、e、五的氢转移，怎么来理解这个一、e、五呢？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五号的氢转移到了一号的氧上，那么这个也叫做一、e、五的一个 hydrogen transformation。那这样一个转移形成之后呢？ 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移其实是一个六元环，OK，啊，跟我们之前所预料到的很多事情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这个呃亚硝自由基呢，它还在附近游弋，我这个时候会获得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啊、呃，会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碳的自由基啊，那我会与这个碳的自由基发生偶联，那么偶联之后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亚硝化合物。当然亚硝它自己，你如果把氮换成碳的话，你可以理解成它其实是可以。 呃、啊，互变异构成这样一个呃，类似于吸尘的结构。我们就是对于氮来说来说，就是一一变成了这样一个窝。那么这个反应呢，非常非常有用，因为它可以引入非常多的有趣的基团，直接在一个分子的羟基的 delta 位，所以是非常有用的。那我们另外一个机理呢，可能会看的也看的比较清楚，这是我从另外一个书上找到的这样一个机理。那往往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呃，氯代的亚硝化合物。 OK，这个东西，然后去把它给呃反应，然后获得这样一个亚硝酸酯，亚硝酸酯光解，然后我们同样啊，来一二三四五，1, 2, 3, 4, 5, 我们在五号碳上的氢呢会转移到一号的氧上，然后我们在五号碳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呃这样的自由基，那么这个自由基呢会与我们前面得到亚硝自由基去偶联，然后再互变异构就得到了我们的窝，所以这个反应是非常快的，我们主要记住呢是一五。 这样一个 hydrogen transformation，或者是 delta way，直接得到了一个窝这样一个集团，非常好用的一个反应。那我们可以再把它单独标记出来一五、e、transfer。那这个机理我们再多说一点点。为什么呃我们要把这个机理单独说一点点？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个一、e、五的转移的时候，它其实经过了一个呃六元环的过渡态。那么这个六元环的过渡态，我要求什么？肯定要求这个氢和氧。 他们要能够在一侧、啊，我能够转过去的这个氢和这个氧要处于同侧，所以你会感受到，那这是一个六元环，对吧？我们呃氧是第一个，然后背后这个碳是二，然后是三，然后是四，然后是五，五号碳上的这个氢要必须能够跟氧在呃六元环上能够够得着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处于那个六元环的过渡态的同侧才可以。那这个对我们后续的两个例子有非常大的作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那么我们今天举的两个比较经典的例子，那第一个例子呢？ 这个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已经直接给你了亚硝纸那么这个亚硝酯氮氧键断开之后呢，我们会在这儿得到氧自由基。注意了，氧自由基开始准备去找了，一二三，哎，在这儿呢，我可以会这个方向四五，也可以是这个方向四五。那为什么只能在右边呢？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这个呃，我用蓝色的笔圈住了这样一个区域，它是没有办法去自由旋转，因为它是二号碳是一个桥头碳，所以五跟一号的这个五。 这个这个蓝色笔圈住这个五和一号的氧是没有办法够得着的，因为五上的氢其实离它有一定的距离啊，它们不在同侧。但是下边这个红笔圈住了五，它的氢就可以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感受到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右边来反应，而没有左边的反应。那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像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的呃这样一个羟基呢，在此处我们经过了这样一个氯代亚硝，呃。 应该是这个亚硝酰氯啊，我应该叫这个名字亚硝酰氯。然后与它，呃，反应之后得到亚硝酯，得到亚硝酯之后呢，我们这儿得到了一个氧自由基，我们还是把圈起来标一下号，一二三四五，那一个颜色的五，另外一个颜色的五，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的五，啊，我们把它写成深蓝色。那还有一个呢是往上啊，一二，来我用绿色的笔，三四。 五，那有这么多的五，我们为什么去选择最下边的这个五不可以？为什么去选择右边的五不可以？而一定要选择左边的这样一个呃天蓝色的五呢？啊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。我们稍微给出来一点套路呢，就是呃，首先这样一个环儿呢，一二三四五这样一个红色的环儿，其实氧和这个往外指的所有东西都是对不上的，因为。 你会发现这个环儿，我们氧四三二三碳这样一个环儿，OK，这个环儿它是没有办法去随便旋转的。那么它们的翻折呢，其实不能随便的去翻。然后如果一号的这样一个羟基的氧自由基翻上去，那么这个五和这样一个碳啊，这也是我们没标出来一个五啊，这个紫色的五。 那么它们都会翻下去，所以这两个肯定是不可以跟这个一号的氧去进行一个氢的转移的。那么同理也是这个五号碳，红色的五号碳也不可以。唯一能够跟它能够在同侧的，就是下边这个蓝色笔圈住五号碳，这是我们选择出来的一个唯一能够跟它发生质子。 传递的一个地方，那其他地方呢、啊，都永远于阳处于够不着的位置，要么就是反势，要么就是离得太远。我跨了一个环，所以这个反应就非常经典。我们从这里边可以感受到，你一定要在特殊的位置才能够反应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例子和内容。那感谢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